欢你。动筷子，吃。为什么那么不高兴？开心一点，不好吃吗？聊聊天，说说话。中午的口香糖。闭嘴，坐下。我这是。上菜上菜，来来。什么气氛？公司纪律严明，然后再可能是聚餐。上菜吧。好，你忙。慢点吃啊。慢点，稍微。有。今天主要是我的问题，我不应该让你们出来加班，为了我自己的事情，害得你们大半夜的还得跑出来一趟。为了我女朋友，不会有下一次了。那为了今天，我敬大家一杯。谢谢。坐。吃起来。吃起来，来，继续吃。倒酒。碰杯。这边说话。你们也是，来，诚实说，我来。味道还行吗？不好吃吗？好吃。妈，吓我一跳。那个虾，咱们，你说点正事。什么正事？后天跟我约会吗？我考虑一下吧。哦，对了，以后别让你的员工加班了，好吗？今天表现不错啊。不够的说，不够可以加菜的。表现不错，加薪。继续吃。